人的一生里有很多清单，缴费清单，购物清单，代办工作清单，还有情侣必做清单。燕子是个纯情的高二女生，她有她的情侣必做清单，一起去电子游乐场打一整个下午的电动，打很烂也没关系，只要是跟她一起就好。一起去夹娃娃，就算现在早就退了流行了，玩累了就一起去吃个寿司，吃完就去拍个大头贴，完美的一天。这是燕子的情侣清单。明天就是学长的毕业典礼，他为此努力了很久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太普通的女生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为了学长改变发型，改变了坏脾气，去看了自己根本没兴趣的漫画，总怀疑自己是不是少做了什么，学长才会嫌弃她是个普通女生。谁跟你普通女生？白痴。又是自己一个人的一天，但没关系，这下子终于可以好好做自己了，对吧？